当国庆希望说能够大家互相的合作，但是呢，苏贞昌居然说要拟人住自住啊，在高雄。可是陈其迈自己本身之前选过的高雄市长，他现在这个时候败选了，结果他到了中央以后，他说：“哎呦，87亿的这个保费啊，哎呀，这是之前马市长时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马英九执政的时候造成的一个的结果，把他推到前朝嘞。”这个代志都要叫。一个咱那个单机嘛，单委员这句话吼，顺便给你送你这句话了吼。马总统会当帮助马市长，蔡总统身边要有一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四单呐吼。这较早咱跟你共姓四单，嘛是咱的单市长嘛吼。你嘛是会当去帮助高雄市韩国瑜韩市长嘛？但现在陈其迈讲这话，他会帮助韩国瑜吗？我在咧讲春寒未暖鸭先知啊吼，我跟形容也唔对，啊纠正一下，我去册也读无遐济啦吼。这个代志，咱的选民、咱的市民吼，家己本身心目中拢有一把尺啊。这可能伫地方内底拢传真久啊，是唔是？这个事实，起码你啊家己本身爱去对，爱去印证。对，我要甲你奉劝的一句话是：你是市长输，你的恁市议员的票数、总得票数输无介济。事无介济，再来一句，起码你要少年呢，你打几岁呢？40多岁囡仔呢？坦白讲起来，恁过去民进党打的主张话啦，重北轻南，有几项物件，我到现在是还在怨叹。烟筒伫阮遐在补，亚速烫伫阮身边，准备随时当时的兵马拢唔知，结果税金拢总伫恁台北市在扣。这个代志到恁甲做总统，经过陈水扁8年，阮已经去互骗了嘛？哎，蔡英文蔡总统到今2年外。您高雄市的市长，前的市长，咱单局律师，你搁伫总统府做秘书长，您敢对这个代志敢有交代过啊？敢有交代讲恁东北偏南的物件转变未？放鸡屎拢伫高雄，生鸡两个拢伫个台北，安尼有合理吗？这嘛是恁长期过去是毋是敢骗也好，是真心是假意嘛无要紧啊，但是恁过去就是捌讲过嘛，要去改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，过去的。在一个什么财产收，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内底有偌乱偌后偌臭，恁那个已经啊全面执政，立法委员的席数恁一大堆，敢那规个拢恁在注意啊！恁要通过一个党产委员会、促进转型委员会，一小一例，头下讲的3分钟没过就是袂使，过就是爱过。恁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，恁有甲阮高雄人？所爱的物件，应该得到的物件，付出阮家己本身财产、生命安全的物件，阮应该得到的。恁有开嘴过？啊，恁敢拢有做？恁敢有做吗？恁敢是不是有需要替阮高雄人主持一个公道的吗？行政伊嘛，又搁是恁的，立法伊嘛恁的，啊，总统也恁的，啊，搁一个总统府秘书长，啊，搁伫遐，要搁伫遐总统府内底。啊！这个代志真恁唔做，啊！你叫阮当时相信恁当时较要做。对。恁正是条件上第一好的，恁都无要替阮做，啊！你叫阮百姓要用什么想法，用什么头壳说服家己、麻痹家己，讲恁会替阮做？敢唔是安尼吗？87亿，我坦白讲啦，小问题啦。一个中央8年8800，伊得足简单啊，哪有这87亿确实问题？要做甲唔做嘛？我得阿个讲着迄句话，选票若计较，你也无定甲无走啦。难道你陈其迈副院长的副院长要随着蔡总统当我甚至我当我做了，你要结束吗？敢是安尼想法？苏贞昌70几岁免你想呢，后壁要阁做偌济工课，可想可知啊？有偌济时间通互伊做偌济代志？其迈你当40几岁尔，人民的问题大家拢知，恁这执政者拢总官员足清楚，重点你拢点会出來，但是就是唔做。民进党也同款，国民党嘛无好去到底，我也未去偏颇倒一党。恁过去恁后安尼想，都无迄个两厝的政党轮替。恁过去若安尼想，陈水扁执政延续了到底，到真正时还阁继续民进党在执政。恁未晓去想，恁唔去做，百姓敢真啊拢戆人，会戆足久未？还阁偌久通去戆？足济好朋友讲，我唔通讲到遐毒毒，实在讲到这就严讲得起啊。讲到真正几百块，你家想讲这块累积偌久啦？积啊偌久，这百姓拢唔知吗？我这无读偌济册，这个凡夫造作，我都会清楚啦。无迄个百姓未精神的啦。等到伊目肚皮啦未定的时啊，目睭皮未灵啊，伊都无在条食，困未去，伊唔烦恼伊要创哪？你讲我要再讲一句话，原本在对。
对苏贞昌、苏院长、苏前馆长，你这个租家我有期待，结果我到真正到时，坦白讲起来，我爱怀疑啊，我爱开始改变啊。恁了有一个陈吉仲到真正时，还搁咧处理这个工课，啊，我真正想拢无。嗯，我真正想拢无，我无意思去得罪任何一个人啊。文青会使做无聊，未使做饭食。嗯，还有做精神的神灵性的，甲着咱真正要食着五谷杂粮，迄是无同款的物件。对啊，精神食粮甲巴肚的物件，迄是完全无同款的，未当干咧想会饱啦。新北办无只赶快要死，到底谁必要死？哇，看着那高雄的负债，你有没有注意到3000多亿的负债这么的多？那新上任的这个行政院长呢，苏贞昌可讲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过啊，你要怎么样做嘞？你啊要这个自助也要人助，国庆啊，自助人助什么意思？就是要你自己吃自己吗？哎，高雄现在。我了解哦，还充满着一些政治氛围的一种紧张气息，算输的拢还阁唔完。感觉讲哪有可能会输，到即阵了想无输，是安怎来输到这惨？啊，选你还做欢喜讲哦，短短几个月可以把高雄变天，哎，选掉也免欢喜啦。你啊看选啊无一个月，做啊无一个月吼，哎，一个月就爱食油饭啊吼，无钱是免啊做工课，就无遐多啦。啊，这个很巧啊，我讲哦，政治吼拢有报应啊，政治有报应，绝对人咧就天咧看，你讲。啊，有人咧小看陈其迈，讲啊，孙叔过去做副院长，啊，做副院长唔在协助韩国瑜无？好，帮忙伊无？我是期待讲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希望陈其迈帮忙？对对对，我之前我就说陈其迈他是软蓝，既然大家认定他是软蓝，他应该有一些啊让人家很温暖的动作，安怎讲有报应的问题？人啊，叫体力听也开始叫尬技了。过去你即摆咧讲陈其迈啊，去做副院长了，哦，孙叔做副院长，他真的有这个能力，因为他经历真的很透彻。过去行政院他也当过秘书长，总统府啊都副秘书长，然后拢做过啊。行政单位体系他非常清楚了若指掌。伊今仔去做副院长了，恁就甲讲安呢？为什么不用祝福的心态来讲？哇，陈其迈去做副院长吼，咱高雄人大赚。韩国瑜老嘞，哦，因为拼钱啊。陈其迈咱的主题，过去做副行政院长，一定该甲咱照顾，甲咱协助，两个人搭配起来的话，吼，哎，是不是高雄是正面的嘛？这是一个理想。对。但是理想跟事实都是有差距。但是现在我们不要讲快乐机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一还好吧，我刚刚讲吼，这是刚上任而已啦，还在磨合期啦。你会记哩无？陈菊甲这个吴敦义，捌选市长，捌拼过无？有啊，有。啊，吴敦义落选了后去做啥？他也当了行政院长啊。他也变成陈菊花妈的直属长官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可是没那么快啊。啊。那个时候的话是没那么快啊，没那么快，也是隔了好多年以后，没有那么快，不像现在才落选了，马上就变行政院副院长、啊。没那么快，是因为当下国民党没有，那时候是阿比亚执政啊，没有崩盘，而且是大赢，是大赢，哦啊，疫情是这里不，所以慢慢啊，他个白得一，但是民进党在这一次真的能接地气的代表，民进党出来参选的，就是苏院长跟陈其迈，所以的。团队行政团队无人的时阵，当然会去想到因两个是较适应的、较适当的。哦，啊，这嘛不是歹啦，这嘛不是歹啦，这可以考验政治是不是没超乎人性。好、哦，侯友宜面对苏院长啊，你算输我，今嘛你变我的长官啊，赶快呢，韩国瑜算输的迄个变副院长也长官。好、哦。但是过去，咱爱先跟你扪心自问了。我今天我讲话都不代表民进党，不代表国民党，我无色觉醒。好，吴敦义你做行政院长的时阵，你有甲高雄照顾无？你有甲单局存在的纠纷，无爱配合协助伊无？你扪心自问嘛。哦，你现在可能啊、要参选总统啊。你嘛爱了解你过去的心态是安怎，即卖人的心态是安怎？这是一种我所拄则讲的因果的问题。
但是韩国瑜真的，我这段期间对他的观察，他真的很认真在拼。啊，不过吼，真正啦，靠地啊无钱，袂当加大班啦。嗯，对啊。要哪加大班？你无钱是要哪？讲要请人去，啊，辛苦无钱是要请人去，无法度。所以他要求助于中央，但是自助人助，要安怎人助？人助就是咱高雄市大乡亲，包括企业界、工商界，大家愿意给高雄人机会。恁你唔是咧帮忙韩国瑜，恁是咧帮忙高雄人走出这种面临破产的窘境。嗯，恁爱给高雄人有未来干嘛？啊，高雄人偏偏高雄是一个足深、很深绿的地方。那为什么深绿会短短几个月变天？对哦，那小英总统你就要了解嘛，所有的施政方针，所有你做的。所有过程，吼，即下农民朋友像文山伯啊，即嘛四中民进党的啊，即以前嘛作天的啊，强强棍啦，一大群的人，即拢以前拢够天的，谁来短短即个时间份接受一个外来的，吼，唔是高雄人，而且咧选举的时吼，高雄某人讲外省人来高雄选绝对选袂掉的啦，韩国瑜佮外省的，嗯，即阵还佮人咧分台湾佮外省的嘛，若要算外省的，安尼我嘛外省的呢。阮祖先是对福建来的，我拜上帝啊，讲外省的咧，我拜关公外省的咧，我拜妈祖外省的咧。嗯，对。要安怎去分台湾甲外省啦？嗯，哎，国民党那个年代，很多老伯伯是互人用枪压过来呢，因为你无对我国民党，吼，你就是要对共产党，我敢抛死。嗯，很多人是无奈何，安尼。抛家弃子来到台湾的，所以我这点就要让高雄人了解，选刷卖个充满仇恨，全力支持韩国瑜，选刷卖个充满仇恨，全力支持韩国瑜，不管你是什么政党、什么党派，包括中央，中央你要让人民感动，让高雄人感动，你就是无咧分选举政治恩怨甲仇恨啦，啊那无，你讲叫韩国瑜，伊就是神个仙个三千几亿，要安怎赚到回来？要用赛马场，你若甲怪东怪西安尼甲骗想；要用赌场，你若甲讲袂当。对，先进的国家、大的城市，你甲看新加坡就好嘛。李显龙讲偌久？哦，一个因老爸讲死都无可能开交警。嗯，啊，结果咧，用囝来做，是安怎？不要听到赌就把自己人格攸关上。赌是观光的来源，那也是财源的一个来源。对对 对，而且它是很庞大哦。你看澳门赌场，它可以每年的收益来发放给所有的居民嘞。嗯，这是很实际的嘛。啊，你靠这想骗呢？讲到歹听的啦，你政府去做乐透彩、大乐透哦啊，什么运动彩，敢不是在博？对，不是在赌吗？啊！你刚才你做这拢什么人咧博？拢阮这劳工基层的好朋友，这做事人、艰苦人、做工的人，想讲我逐工拢赚七八百块，赚千外块，我来买乐透看的，一夜致富哦！我夹头计是头咯。你讲要叫韩国瑜自助人助，当然是这是一种话术、话语啦。嗯，也不过也是爱政府你敢帮忙，高雄市民卖个有政治的收分哦，算是为卖幸灾乐祸。酸你来，你要低调，不要赢调个赢威，让高雄可以一片和谐哦，不分党派，背叛市长，背叛中央政府来改造高雄，这是这摆选举结果，大家要爱的一个期盼。